好，谢谢你们。然后就是我每次表演之前都要就是想一些话题来跟大家分享，对，因为其实我是一个聊天很笨的人，就是我会在聊天的时候我会想要一直加入别人的话题，可是就会就常常会很糗啦，就会弄错方向，对，所以我每次表演的时候也常常会弄错方向，就是走歪掉这样子，对，所以我还是好好介绍我接下来要唱的歌曲，避免我又歪了。好，接下来是第几首？第五了吗？还是四？好，这首歌叫做第五首，哎 ，Get Out。It's for the